这里是当年亚福，今天是双倍神奇时间，然后我就这样，我先用15个，这里是12个，12个黄色魔方洗一次 A， 如果上了 S， 那就继续洗，如果没有上，再用怪异魔方重新洗回相对好的属性，然后再用15个紫色魔方洗一下 S。对，如果上了 Legendary 就继续，没有洗到就保留一个相对好一点的属性。那就这样，先试一下这个能不能开出来。没有，对，那就今天就12个。那洗一遍 A 的，选这个装备，黄色魔方上S 的概率是1.18%。居然出现了63。就这样吧，没有。好吧，然后第二个紫色魔方，紫色魔方，对，紫色魔方，对。然后今天洗这个手套有点卡，96。What？ 还没有出现力量。哎，好像洗回来了。那今天。这样，这没有升级。